几年了，好歹看几年。现在已经快11点了，我爸我妈已经回去休息了。今天是周六啊，周六正好小鱼有空回来卖饼夹菜。小鱼现在是一人身兼多职啊，一边上班一边卖饼夹菜。能不能调点素了呀，哥？吃肉味咋样啊？跟上回的一样不一样？还行，还行。比上回香。比上回香，你放酱放多了吧？酱是一样的，估计人家放多了。你不是好零食在哪了吗？这样，你把它给你，连带给你兜点。上回能拿啥家伙呀？还号称富士康第一烧烤师的，能拿啥东西呢？不是挺好的吗？看着是不咋地，我不知道你吃出是啥味儿。我感觉6副眼罩吃的挺饱的。他是饿了吧？他是不是等你等一天了都？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，路上也基本上没啥人了，走走看吧。走啊，才1点，你爸都是2点多才收嘞。再给你二毛。给他说了，最多也都打你一顿，还打不过你。你瞅你爸不搁这看着，都不干。你别跟你爸说，你自己收嘞。要收你自己收，我帮你。我不收。我是小鱼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